你怎么来了？你放心，我只是有些话想跟你说，说完我就走。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知道我之前做的那一切，你很失望，也很生气，但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思辰。你可能对爱有什么误解？我没有误解，我一直都觉得。 遇见你那一刻起，就是我的人生。不止我这么觉得，包括你的家人，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他们都觉得最终嫁给你的那个人一定会是我。那这些都是因为顾西西的突然出现，是他毁了这一切，是他毁了我的人生。希薇，有很多话，上次在舞会我就想和你说。 或许以前我们只是不小心顺应了别人的误解，又或许只是我们一时的习惯。总之，我们都误解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许你以为的喜欢，只是你自己的错觉。至少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可以是恋人的关系。我喜欢的只有顾西西一个人。那你了解顾西西吗？ 他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顾西西是什么样子，不需要你来告诉我。学长。 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从你一岁开始，到至今为止25岁，我希望我能够参与你的过去，也希望你的现在跟未来，我也能一直存在。学长，谢谢。你知道吗？我很高兴你能来。既然命运让我们又重新的在一起，那我就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顾西西，我喜欢你。对不起啊，学长，我很感谢你对我所有的鼓励和帮助，我也很感谢你对我这些温暖的爱意。但是我一直以来都把你当做朋友、学长、合作伙伴。 甚至是现在的聂西大神，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对不起，你就还是我喜欢那个顾西西，这么直截了当。<笑>真的很抱歉，学长。 但是我不能欺骗我自己的内心，我已经喜欢上尹思辰了。那我们还能当朋友吗？像以前那样？ 那我先走了。 去渔人码头。好嘞。你等的人来了吧？我们要上菜吗？先不用。他不是我要等的人。嗯，好。思辰，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多一点点的爱呢？我真的只是想……你只是想让顾西西误会。 你只是想让顾西西的生日变得更加的糟糕，这种手段已经太老套了，希薇，不符合你的身份，请你离开。
咱们大概还需要多久啊？就这个堵车情况，说不准，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半个小时吧。慢点，姑娘，要下雨了啊！小姐，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打烊了。您是顾西西小姐吧？对，之前尹先生一直在等您，只是您一直没来，他已经走了。谢谢啊。没事。听你唱生日歌。还有个惊喜，等我一下。你看，等我一会儿。喂，怎么回事？总裁，烟火聚水了，放不了了。啊？我还有个，你等一下。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很感动。还有刚才忘记跟你说了，我喜欢你。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你一定也喜欢我。为什么每次感觉到成长，
都总要失去什么呢？莫总，既然你打算放下顾小姐，那我们公司和 CC 店铺里面的合作是不是也考虑停一下？尹思辰那边也找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不如……不必了。谁说选择退出就要离开呢？我也可以和西西做朋友，况且我不想让尹思辰这么得意。走吧，回去了。这基本上是会议的所有流程安排，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我是有个问题。好，你说。晚上吃什么呀？虽然我们的关系在公司是不公开的，但同事们早就已经心照不宣了，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工作时间不允许掺杂私人感情。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最好是认真的。我很认真。别闹。好了，开会去了。嗯。把口红擦掉。哎呀，我感觉我已经走到人生的巅峰，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还有如此娇妻陪我，哇，人生的一大幸事。老妈，你都看到了呀。啊，我说母后大人呢，你不跟你的闺蜜去喝个下午茶，聊个天，养个鱼，这样多好啊，干嘛给我送这个破汤？你倒还先怪上我呢，谈了恋爱不告诉我，让我像个间谍似的猜来猜去的。那是我们娜娜让我低调一些，说到了合适的时候再告诉您。这个小丫头有点手段啊。哦，老妈，我先跟你说好，你别给我整什么电视剧里面的戏码，给人家一笔钱让人家走，去考验人家是不是真心，不准。钱能拆散的婚姻，那还叫什么好姻缘啊？老妈，不是这样的。思辰，西西，是我打扰到你们了吗？哎呀，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找西西的。对不起啊，西西，上次那个专访让你备受攻击，都是我的问题。我也没想到会让你受到那么大伤害，你可以原谅我吗？啊，算了算了，反正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但是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你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把这件事情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的。那我就先走了，我回去就让他们立刻发稿道歉。谢谢你啊，西西。没事。刚才看我干嘛呀？喂，菲儿，告诉他们今天会议全部取消，我今天不去公司了。菲昂，会议还是照常进行吧，你们总裁会准时到的。拜拜。顾西西，你现在当着我的面都敢先斩后奏了。这怎么算是先斩后奏呢？你作为一个总裁怎么可以说翘班就翘班呢？我在帮你维护总裁的形象。那作为你的老公，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待着。哦，嗯嗯，但是呢，
我已经答应飞扬了呀，你要是不去那不就怪我了。你放心，我会乖乖在店里的等你回来。嗯，好了，快去吧。必须乖乖的。嗯，放心吧。有没有发现尹总今天怪怪的？今天上午艾米拿错了文件，尹总竟然没有怪他，这放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尹总好，辛苦。对吧？我有这种感觉，尹总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现在对谁都笑嘻嘻的。等一下，嘻嘻？什么嘻嘻？你们两个是嘻嘻的朋友吗？嘻嘻，不认识。你这套衣服是在 CC 买的吗？是的，尹总。眼光不错，这个月奖金你们俩搭不？什么？你让我教你谈恋爱？别太骄傲。哎呦喂，你也有今天呐！你要知道，从小都是我抄你作业，现在你来请教我了。不对呀，你不是结婚了吗？你跟我说你出轨谁了？出什么轨啊？我是觉得我和顾西西从认识到闪婚直接跳过了恋爱这个阶段，我想把这个遗憾给补回来。嗯，那倒也是，你找对人了。等着。恋爱宝典啊，咦，这可是我这么多年的辛酸恋爱史啊！我跟你说，这里面，哎，你拿着吧，反正我也有娜娜了。我告诉你啊，这里面呢，不仅有甜言蜜语，还有约会地点推荐种种。约会在第几章节？第七章、第八节，看恋爱的关系，然后找话题，然后推进，最后 ending。有的你学呢。怎么不说谢谢？你做荒野爸爸。我不就是吃个饭而已吗？怎么还这么紧张啊？思辰，约会你就给我迟到？没有吧，一分钟而已。送给你的，谢谢啊，好漂亮。你老是回答我，你为什么这么好看？是不是跟上课学的？土味情话，油嘴滑舌，以后不许说了。啊，yes, 米达，老婆大人。这个语气也像上课的，也不许。好。Thank you.
你这份牛排还不错。嗯，挺好吃。嗯，我什么时候能找个这样的男朋友？哎，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呀。我觉得很好吃啊。那我再帮你叫一份。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好甜啊。啊。哦。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就不。这是我特意为你找的电影，你应该很期待吧？你喜欢看恐怖片啊？你害怕吗？不知道，以前小雅总是讲那些鬼故事，我就不敢看鬼片。我也不知道我怕不怕。那太好了。什么？没什么，开始吧。我觉得恐怖片挺有意思的，你多看几部吧。还看？谁怕呀？我就是觉得不够刺激，我们换一部电影。啊！我要睡觉。还没洗漱呢。哎呦！一起吧。哎呦！我陪你，走吧。思辰，害怕？怎么害怕呢？我不是在这儿吗？看来这个恐怖片对你杀伤力这么大。屈服于你权力，在莫测
醒了，林太太。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里可甜可甜了。不是在做梦。今天干嘛？和我约会。叫吗约好的明天谁凌乱步伐心动怎么解答 Oh yeah 对泪中不想上下我从来都没把再遥远的桃花也要抵达我在想难怪热恋的情侣们都喜欢约会那你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吗你还有很多时间和我一起浪费因为我不许这么对别人想只对你这么想好肉麻呀来喝点水吧啊来来喝点热水来哎呀啊这是有点着凉了头晕哎呀不行啊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吧不能大意了好多大病都是小病拖出来的没事的奶奶快来手给我38啊你现在发烧了哎呀宋妈请个医生过来不用真的不用了我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现在是发烧这种情况怎么能随便呢听话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卧室里好好的等医生过来哎听话啊来哎哎呦你要干什么干嘛我要去店里啊医生说了你要好好休息但是我已经通知飞扬去店里帮忙了我今天也不去公司就在家里陪着你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好好休息喂学长喂西西我今天去店里没有看到你你怎么了我有点小感冒所以只能旷工一天。生病了嗯。你怎么了有没有去看医生没事没事已经快好了。我现在正在开会待会儿十分钟后又有一个。要不然这样好了我这边一结束我马上就去找你。没事没事学长你忙吧你都这么忙了不用来看我了。哎我没说。顾西西要休息了。有什么事和我说啊不对我也很忙就先这样挂了你生病期间手机暂时由我保管凭什么你忘记医生怎么说的了你要好好休息看这么久手机精神不好把这个喝了太苦了我不喝
你不喝药病怎么能好呢？这个太苦了，不要。你把它喝完，想要吃什么好吃的，我都让孙妈给你做。我想喝奶茶。不行，这么点小小的要求你都不满足，我凭什么喝呀？鼻子酸。我这是谨遵医嘱，都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再说了，你就算没有生病，奶茶这种垃圾东西你也该戒掉了。快喝了。干嘛？我这样感冒会传染给你的。我自己来。乖啦，去睡觉了。爸爸，爸爸。那你好好睡觉，我去工作了。你陪我吧。好。醒啦。你什么时候醒的？感觉好些了没有？好多了。是好多了。你再躺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告诉他们，我只是这两天不在公司，不代表他们就可以敷衍了事。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让他们提前准备好辞职信。思辰，你在做什么呀？你之前不是说想要喝奶茶吗？我亲自下厨给你做健康奶茶，保证不会伤身体。天哪，这是奶茶？不然呢？怎么样，要不要尝尝？思辰，我现在不渴。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做的东西不好喝吧？怎么会呢？奶奶，奶奶下午和别人喝茶去了，没人救你。尹总，有客人到了。来客人了。孟学长，你怎么来了？七夕，送你的。谢谢。我看你一直没有去店里，所以担心你的身体，就不请自来了。怎么样，身体好点没有？谢谢学长，身体已经好多了，明天就可以去店里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会。稀客呀，莫总，怎么有空光临寒舍？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只是来探望病号。哼，
还带了花来，莫总真是有心了。我只是顺路过来，还望尹总别太见怪。怎么会？毕竟你是来看我太太的，也算是我们家客人。坐吧。给我。莫学长，坐。来的着急了点，没有带什么，但我想，这个你应该会喜欢。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家的奶茶？我问了小雅，她说你每次生病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喝这家的奶茶，心情会好很多。谢谢学长。居然还有外援。顾西西，两杯奶茶你总要选一个吧。冰点酱点到谁就是谁。奶茶已经送完了，你可以走了。我刚好有点口渴。您做手艺特别好，谢谢了。嗯，七夕，如果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祝您早日康复。学长慢走啊。嗯。不是说好给我的奶茶吗？我一口都没喝着。哎呦，委屈了，委屈了，委屈了。嗯，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得偿所愿了呀。你怎么知道的呀？你知道吗？你现在脑门上就写了两个字，爱了。有这么明显？你知道我脑门上写了什么吗？我看看写的什么呀。哦，酸了。顾西西，我警告你，我不允许你在这儿给我强行撒狗粮，不然我是会难过的。嗯，林小雅女士，你的警告没有用哦。那来自营业额的警告呢？我跟你说，别的品牌现在都在烧钱营销呢，又是请代言人，又是出联名款，咱们品牌的营销力度实在是不够。嗯，下个月的货款要不足了，怎么办啊，老板？把我们的股东都叫来，召开股东大会。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强宣传，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不，我们也找个代言人吧。我们哪有那些钱啊？对啊。这个简单，可以用我们的首页帮你们推一下，不用花钱的。我觉得宣传还是得一步一步做，如果一下子做的太多的话，很容易适得其反。我们现在主要的消费人群是女性消费者，所以说如何俘获女性消费者的心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样吧，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想法。哎呦，这个电路又出问题了。小雅，我们去看一下。学长，你等我们一下啊。你不会怕的哈。尹总，来找西西的吗？顾西西呢？他在忙，不如尹总先坐着等他一会儿。
这种小事怎么好意思麻烦木子？还是我来吧。不用不用不用，我想这上面恐怕站不下这么多人，不如尹总帮我扶一下桌子。堂堂文业集团的 CEO 搞灯泡这种事情倒是很拿手嘛。那是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敞敞亮亮的，不像某人习惯了坐享其成。还是顾好你自己吧。修灯泡，尹总帮忙。我来接你回家。哦，我们正好在商量营销策略的事，你要不要一起听？好。行。总裁店员？嗯，没错，我用我自身的知名度，以总裁店员的身份来帮你们做推广，这效果跟品牌大使还有代言人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不用花钱。不用这么麻烦，我来找西西就是找他谈 CC 的股权问题，正好你在这儿省了不少麻烦。我要收购你手中所有 CC 的股权，具体细节飞扬会跟你交涉。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同意？ CC 现在正处于发展关键期，无论是资金支持还是合作渠道，外贸都是最好的选择。我虽不敢说是企业龙头，但这点能力还是有的，尹总大可不必担心。我是他老公，我们自己的家事不需要外人来插一脚。有些时候，感情深厚的朋友会比他所谓的老公更加了解他。我怎么忽然觉得咱俩挺多余的啊？那个，你们先等一等啊，我说一句啊，思辰。思辰，顾西西，别动不动就撒钱行不行啊？我觉得学长说的挺有道理的，但是要做总裁店员的话，一个总裁可能有点少，不如思辰一起吧。成交。你不觉得这身和我不是很搭吗？嗯，要不试试这套吧。我这套怎么样？好适合这套啊。衬衫就这套吧，我现在马上换。我觉得衬衫可能还是有点问题，小雅你去帮我把那个新款拿回来。 OK。 这两条领带你更喜欢哪一条？你决定吧。我觉得灰色西装的话也许配点彩色会好一点。顾西西，你不觉得这条领带更适合我吗？这条吗？帮我戴上。幼不幼稚？怎么，文业集团的老总不会系领带？我自己来。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开始吧。嗯。雨欣，我还是喜欢鸭翅。欢迎光临 CC 店铺。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嗨，我不知道哪条裙子好看，你帮我选一下吧。这条更衬你的肤色，但这条凸显你身材。好，交给你了。我可以跟你拍张照吗？没有问题啊，现场所有的人买完衣服之后都可以跟我合照。那我现在就去。好。有本事给自己的号，真虚伪。好了，不要看了，努力工作啊。哎，小伙子，小声音有点小，能不能给我找大一号的？这就是最大码了，阿姨。精神啊！我建议你到隔壁大码女装店看看吧。啊，我能加你微信吗？没有问题，那不如你加我电话好了，直接把电话给你，这样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打给我。哎，小伙子，我想问一下，这两件衣服我不知道该选哪一件了，你能帮我看看吗？大姐，这两件都不太适合你，你不觉得这店里的衣服和你的风格都不是很搭吗？阿姨，我呢正好想换一换风格。那行，这两件呢我全都要了，你还有什么别的推荐？我们跟你合个影吧。要拍照去找他，我这边没有这项服务，我不拍照。拍一个吧。你们要拍照去找他，去那边拍照，我不提供拍照服务。什么玩意儿？我说了我不提供拍照服务，去那边找他。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呀。莫学长今天一共卖了326件，看不出来啊，是个推销高手啊。那还不是因为你的衣服设计的好。切，这算什么？没见识啊？什么什么没见识啊？不过某人今天才卖了134单，哎，还不到莫总的一半。不可能。你们等着看，明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实力。还在工作呀？吃点东西吧。放这吧。口水要流下来了。快点吃一点吧，我亲手做的。我知道你辛苦了。嗯，不辛苦，墨子欣才辛苦。哦呦，吃醋了？哼，怎么可能？墨子欣算什么？跟我尹思辰比。那既然不辛苦的话，哎呦，我就端走喽。哎，坐都坐了。不吃浪费。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的，本来总裁店员就是个噱头而已啊，没有一定要争个高下。我既然答应要帮你，就肯定要帮你做到最好。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输过？还输给婷迪。那你继续工作，我先睡了。嗯。你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我觉得这件衣服无论是版型还是款式都是非你莫属。 OK。 喂，那我呢？这件衣服怎么样？啊，帮你看。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不要急不要急。哎，对，我觉得两件都适合你。可是这两件一模一样嘛。你可以一件留在家里穿，一件留在公司穿，方便你换洗。那我两件都买，能给你拍张照吗？小雅，买单。到了。喂。我也想跟你合影。墨
莫子欣，最终成绩356。尹思辰最终成绩357。哇！怎么样？最终还是我赢。恭喜你啊，尹总。不过上次那个商业案，我已经想办法拿下了。没关系，至少在西西这里，还是我赢。天哪，天哪！我们从开业到现在，还没有一次性卖出这么多件。老板，我觉得我们要庆祝一下。没错，我决定给我涨工资，请大家吃大餐。哎，好吧。干嘛呀？帮我刷条裙子呗，在尹思辰下面。你帮尹思辰作弊？尹思辰他不喜欢输。干杯！来，干杯。首先，我要祝贺我们 CC 越来越红火，还有就是欠你们的利息和分红，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的。知道，我们离发不远了。莫总，我敬你一杯。我也这么。谢谢你替我照顾我的太太，顾西西。不客气，我照顾她本就是出于对朋友的情谊。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作为西西的丈夫，还是有义务要替她表示感谢。不过感谢归感谢，如果以后真的有一天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彼此彼此吧。现在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室，然后而且租金都没有问题，最好再养一只小狗狗。小心点，子辰。嗯，谢谢你。谢我什么？我知道，你参加活动是为了我，研发产品也是为了我。等一下。什么呀？谢谢你。你知道就好了。所以，我打算给你一个特别的奖励。嗯。恭喜你成为 CC 的股东。喂，你肯定特别开心对不对？但是你只是成为了 CC 的股东，你也不可以对我指手画脚。女士，等等，请问你是冉西薇小姐是吗？是，您找你不是想知道顾西西的事情吗？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些啊？这还不够。啊，对了，还有这个，我本来觉得这个本子挺好看的，就问老顾要了，没想到里面是顾西西之前的日记。
你好，这边请。什么情况？西西，西西，人呢？怎么了，西西？你别吓我呀！这样啊，我废了。怎么了？你别吓我呀！我挂不出来。哎，吓死我了！我整整三个小时，我坐在这儿，我脑子就一点都画不出来。我以前不会这样的。哎、你听我说，像你们这种脑力工作者吧，有一两次瓶颈很正常的，过几天就好了。不是的，不是的，我这次不一样，我这次画出来的全部都是垃圾，而且我们下个月新品不就要上市了吗？我们 CC 怎么办？对，那怎么办？哎，没事儿，你就是这两天没灵感，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学长，我最近遇到了一件很棘手的问题。那你可以跟我说。嗯，就是你在创作漫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它特别像是一个挑战，或者说是一个梦。你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它特别特别难以实现，但是你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即使说是竭尽全力能向他靠近一步也好，哪怕是一步。有，一直都是这样。嗯，那看来事与愿违是常态。不过我跟你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件事。是尹思辰的事吗？不是，是我在创作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最近马上就要推出新品了，但是我却一个想法都没有。小雅倒是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不然就再另聘一个设计师。那你怎么想？我不愿意，毕竟这是我的个人品牌设计店，我不想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CC 他现在虽然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也希望是我和他一起一点一点的成长。理解了。哦，对了，这周末在艺术中心好像有一场展。嗯，而且听说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还会展出一些平常不公开的画作。在这件事上我能为你做的不多，但我相信顾西西不是那样轻易认输的人，哪怕对手是你自己。谢谢学长。好了，吃饭。嗯。喂，我需要在这个周末在艺术中心举办一场艺术展，无论有多难我一定要解决。西西，怎么样？这里有没有给你一些灵感？嗯，你不用太有压力，当作是来散散步就行了。
莫总。哎，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艺术评论家王波先生，这位是顾西西。你好。你好。莫总平时可不太出席这种场合呀，看来今天对会展很感兴趣。我是做生意的，太艺术的东西我不懂，我就不在这里鱼目混珠了。莫总可是太谦虚了，全江北谁不知道莫总的收藏可以办一次私人会展啊。不过啊，今天这次会展不值得莫总亲自跑一趟。哦，怎么说？今天这个会展规模确实不小，但质量参差不齐，算得上精品的寥寥无几。不过这幅画倒算是一件，这幅画用色大胆，色彩层次分明，构图有力，确实是大师手笔。相比较而言，周围的这几幅就逊色太多了。但我觉得他旁边这幅也很好看啊，虽然说笔触比较生涩，但是给人一种很强很强的生命力。话是这么说，这幅画不光是笔触、色彩运用、线条、构图都没有值得可称道的地方，最主要的是这幅画没有落款，说明这个作者十有八九不是个名人，价值不大。但我真的挺喜欢这幅画的，可能个人喜好不同吧。而且我觉得画的价值不应该由作者的名气来决定吧。看来顾小姐对艺术品鉴很有研究啊。没有什么研究，我就是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各位好，我是本次展柜的负责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想问一下，那幅画参与拍卖吗？对不起小姐，这幅画是私人藏品，是通过出借的方式来参与展会的，并不参与任何方式的出售。那我可以问一下他的收藏者是谁吗？这个是我。啊，莫总，那个我找负责人还有点事情，我先走了。嗯。啊，来，我们这边聊。学长，搞了半天是你收藏的呀，你怎么不说？我还在那边说三道四说了半天。那一幅啊，是我从美院的毕业展上买下来的，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总算找到他的知音了。你算什么知音啊，刚才也是随便一说的。顾西西，他怎么会跟莫子欣在一起？学长，你这么忙还抽空陪我跑来跑去，我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对不起，谢谢，不好意思，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些。不过有些事你说的对，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我只愿意花在我觉得值得的人身上。学长，我知道你够意思，喜欢帮忙，但是我还是有点过意不去，我请你吃饭怎么样？好，知道了。莫总，展会上那幅画已经按照您的要求送到顾小姐店里。知道你喜欢，我就做个顺水人情。你们店里不是有一块墙特别空吗？挂在那里正合适。这幅画我不能要。怎么了？是不喜欢吗？还是你说觉得它是个学生的作品，所以你不是很好看？不是的，是因为这幅画是学长你发现他的，你会比我更了解他，更珍惜他，放我这儿就太可惜了吧。而且我空着那面墙，以思成说要他发挥一下，那我就交给他了。谢谢学长，不好意思。不会，那我送你回去。嗯。这次 YMO 和 V Studio 的合作我们也非常看重，后续进展随时沟通，我也会叮嘱飞扬格外注意的。好啊，那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吧。不了，公司还有事，我就先走了。思晨。嗯。我今天上午在艺术展看到了顾小姐，她跟莫子欣在一起。艺术展？这个月我不记得有什么艺术展。应该是个私人的，这是我从内部消息知道的。据我所知，是莫子欣临时主办的，而且我听到顾小姐说什么瓶颈期找灵感。瓶颈期找灵感。嗯。难怪这几天魂不守舍的，这顾西西这种事情居然不跟我说。
我看顾小姐跟墨子欣的关系很不错，一起去看展应该没什么吧。墨子欣，好，我知道了。西西，思辰，跟我去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啊，西西西西，衣服找到了。人呢？游乐场啊！这里可不只是游乐场，还是你创造力的宝库。你不是没有灵感吗？多巴胺的分泌可以刺激人的创作灵感，可比什么艺术展有用多了。你吃醋了？是啊。这次怎么不反驳了呢？我吃醋的后果可是很严重。你不用害怕，你要学会享受刺激。爱情错错复杂，心脏又挣扎，到真实一下过山车的时候为什么闭眼睛啊？不可以吗？再测一次，不许闭眼睛啊！啊！左脚，右脚，左脚往右边一点。你故意的？你怎么那么听话？这又是什么？这也是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一种啊。你从哪里？哇！江北原来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好神奇，我感觉所有的压力和烦恼全部都一扫而空了。古话说得好，珍惜眼前人。我会觉得风景美，是因为跟你一起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所有的风景都变漂亮。再说一句好听的。你是不是有点得寸进尺啊？顾西西，我是不是对你太好了呀？思辰，我要是每天都一看到这样的风景就好。你要是喜欢，我可以经常带你来。不行，灵感这种东西就是偶尔的刺激它一下才有用。就比如说现在，我就感觉灵感如泉水一般的涌到我的脑子里。我要回去画稿了。喂，思辰，谢谢你。为何我的眼中会慢慢变拥挤，仿佛烟火亲吻天际。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照顾你的感觉，付出比索取和要求感觉更好。燕总，还没画好啊？晚饭也没吃，这怎么好啊？要不要我给他弄点那个宵夜呀？不用了，交给我吧，回去休息吧。
点东西垫垫吧，饿坏了肚子，再有灵感也是白搭。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灵感，你那个登高的方法特别有用，我现在纹丝全涌，我得赶紧画上。还是吃点东西，享受一下现在的时光吧。嗯，好吧，我大师不赏面啊，那我就不打扰了。你别动，我来。谢谢。那我先去吃了。具体流程就按照这个上面写的来。嗯，好。嗯，飞扬，你怎么来了？思辰更改的方案，我来对一下流程。思辰他自己怎么不来啊？他今天也有事。行。神秘环节，为什么还要准备烟火？这个应该是那个思辰给西西的弥补吧，是吧？嗯，行，我知道了。那个思辰现在也找到幸福了，你就不要纠结了。放心吧，作为好朋友，他这次的时尚庆典我一定会办得很好。那我先走了。冉总，嗯，你看一下这个。好，是这样吧。去吧。薇姐，待会儿准备要播的 VCR 准备好了吗？放心吧，都在电脑里了。你先去忙别的吧，我再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错漏。好。林总，看这边，这份也发你。哎，林总好。看这边，我们的隐藏主角登场了。哎，林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今天我们可要好好叙叙旧啊。等我，来，这边请。哎呦，尹太太真是光彩照人啊！谢谢。我们这些家属啊，都被尹太太的风姿盖过去了呢。谢谢。西西，哎，莫总来了。嗯，失陪一下你们俩。徐长，好，今天好漂亮。谢谢，一会儿见啊。好，这样，一会儿我再找你相谈。
好，好，好，谢谢。服务员，尹总，帮我去叫一下尹太太。好的。学长最近忙吗？啊，我最近正在……太太，尹总在等您。不好意思啊，失陪。陆总。尹先生，有什么事啊？你干什么去了？聊天。聊天。应酬。顾西西日记。之前看着尹太太挺清纯，对她还挺有好感。哎，你看，你看，这人日记上写的，哎呦，这简直毁三观啊！这不是尹太太吗？是啊，我之前看她还挺清纯，还挺有好感的。真没想到啊，都怪我早看出来他是个白痴。就是看他那长相吧，就是为了钱来的。赶紧拍下来，这可是大新闻啊。这么没下线。天哪，还叫我说呀，这个是大城市不捞你家的人呗。没想到乡下来的捞你，不是把你家的人骗得团团转了。不是这样的。赶紧给我关了，抱歉尹总。快拍下，别慌张！那边，那边，顶上头条去！拍下，拍下，拍下！什么来？莫总，这是你思辰家事，你不应该管。那我就要看他被别人羞辱了，我做不到。他是尹太太，他有尹思辰守护，但他也是我朋友。像流星划过夜空，点亮了，怎么舍得让你瞬间就此坠落？路蜿蜒曲折，当光芒闪烁，因为爱情那么真实的存在过。重来的一刻，我不会退缩，被你无时无刻牵动着，因为我只是空白的，坚定不做作，只是想要给你全世界最好的，爱你的。